今天来波烤肠的活动，看看这满满的一冰箱，五根、十根、十五根、二十根，你们自己算算，一根才多少钱？一共两种口味，一个黑椒，一个原味，吃起来特别方便，下锅直接煎，或者放进空气炸锅、烤箱都可以。这可不是淀粉肠，满满的肉感，平时不管直接吃还是夹吐司，味道都好极了。